带走。 洪天成为了抓你，动用了所有手段。我为了救阎王，窃听洪府电话，被他们发现所伤。万家豪和洪天成现在联手了，见机行事，除掉他，把小姐给我带回来。如果小姐不愿意回来呢？王爷得给我绑回来。是老大。 你们晚上等不到人，就别回来了。我还有事，先这样吧。慈善晚宴是你摆的鸿门宴是吧？我也是逼不得已。可我是你哥，你得罪了洪天成，他要你死。可我是为了你才去杀洪天成的。 此一时，彼一时。现在我的命攥在人家手里，不是你死，就是我死。你要是我，你会怎么办？你就不怕我杀了你？你会吗？ 杀了我，你怎么向死去的爹娘交代？怎么交代？ 这十几年来，我枪林弹雨走过来，能活下来，你知道是为什么吗？因为我一直挂念你，我告诉自己不能死，死了，弟弟在这个世上就没有亲人了。你现在说这些，都晚了吧？是谁把我变成这样的？是你，是你，是你！ 滚！走！你知道吗？我在谢家，我天天做噩梦，我梦见爹娘被杀，梦见你不要我了。后来谢家败了，我沦落街头，我被人打，被人欺负。 那时候你又在哪儿？浩峰，如果当时我不把你送给谢家，你能活到今天吗？我没想到你会变成现在这个样。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我要不变成这样，我早就被人打死了。我告诉你了，昊天，这些年我从来就没找过你。
因为你在我心里早已死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再说一遍。我说你已经死了，死了。老板，洪先生那边怎么交代？拖一天是一天吧。如果你能拜到我的门下，不但你所有的条件我都答应你，今后上海滩跟日本人所有的生意都由你来出面。师傅。有林昊天在上海一天，洪天成也就会对我忌惮一分。万老板，从此以后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。今天我放你走，再见面你我就用枪说话了。小姐，有人。小曼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小曼，我做了个奇怪的梦，我梦到了你为了救我，被人开枪打死了，我在你的坟前哭啊。哭啊，那种感觉好疼，撕心裂肺的疼。我梦到了我弟，他居然要杀我，居然要杀我！不是，我不能，我不能杀我弟弟。我不能，没事，我不能，没事，没事了啊。
是谁呀？你清醒了。这是哪儿啊？张妈乡下的家。起来，把药喝了吧。我给你放这儿，一会儿你自己喝。你以后就跟着我干了。你是谁？谁派你来的？死了！我跟你非亲非故，整天照顾你一个大老爷们儿，你还是我杀父仇人的哥哥，我图什么？这年月哪家不死人？东三省都让日本人占了，中国男人都像你这样，趁早当亡国奴算了。喝。我自己的仇，自己报。周兰是为我死的。如果那天夜里我没有去张妈家，可能死的就是我。万家豪是不会杀你的。你弟弟是什么样的人，你根本不了解。